啊，很成功啊。嗯，啊，拌吃起来怎么样？很好吃，很香。多花多少五只，真好吃，真香，嗯。而且牛腩粉里面有肉粉，感觉真好赞。那吃到云林的卤肉饭的感觉如何？很好吃啊。好吃的感觉是怎么样？形容一下。好吃的感觉就会想一直吃这样子。这是咱的生活美食，咱今麦讲起来嘛是国民美食，所以今仔日吼要紧的就是要安那将一碗卤肉饭啊变做行销世界，靠一碗卤肉饭，咱的分林馆都会使你做甲到啊。我们是用后腿，后腿，因为它的我觉得它的脚感比较好，对。OK， 那今天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啊，开心。加薪。因为自较早就加心炒起来肉较好食，啊，你今日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的感觉咧？真欢喜啊！咱县会当举办这种活动，增加咱的观光真好啊。对，啊，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吃你的卤肉饭的感觉，受到肯定，大家非常开心的，对，真的很开心，嗯。今天是云林县首届举办卤肉饭节，那云林县呢最有条件来办卤肉饭节的，因为呢我们最好吃的米以及最健康的猪肉以及最棒的这个酱油呢都在云林县，所以卤肉饭的三大元素呢云林县来办绝对是名副其实。那我特别在这里号召所有全国各地所有的乡亲好朋友，要吃一碗卤肉饭一定要选择云林，非常难得，我们跟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能够签署合约。我们餐盒食品工会对于我们云林县所有的农渔畜产品的一个肯定，那表达出他们也坚守品质的也坚守这个餐盒里面的食材是最道地、最安全、最卫生、最棒、最健康的。其实这一次学校午餐在这一次这个美猪这个进口，其实遭受到很多的一个关注。那其实选用国产在地就不会有瘦肉精，那其实我们会选用云林这个所谓的零检出联盟的这个猪肉，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学童的一个午餐，让家长安心，让消费者可以安心。